大家早安，欢迎来到巨鵬講易，学易经，创意过生活。今天启动正向能量的好卦是乾为天卦。乾为天卦的吉时是从晚上的9点到12点，一直到隔天的晚上9点到12点。立方西北方，贵人父执辈。幸运色是蓝色，吉祥物是马，五官代表手，也是要多想的意思。那卦性为健，要稳健行事的意思。而下卦也是乾为天卦，卦性也是健，那个人要稳健自强的意思。所以整个乾为天卦的行动准则就是，只要内在自强不息。外在稳健行事，自然就会有好事情发生。乾为天卦的正向关键词是自强不息。乾为天卦上下两卦，都是乾为天。那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一天又一天，自然运行。那每年的春夏秋冬也是自然运行。而《易经》的象辞就告诉我们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意思是要我们效法天的稳健自然运行，自强不息。所以，《易经》乾为天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：人生每一个阶段，把自己做到最好，认真过好每一天，好事情自然发生。《易经》的乾为天卦，卦性的属性是属于健，所以在人生的八大领域是讲健康的领域。那五官的属性代表头和手，也就是头脑要多想的意思。所以创意行动的思考方向就是健康的手。所以整个乾为天卦的创意生活提案就是规划一个新的运动100天计划。把健康养成一种习惯，就习惯健康了。好了，我们巨鹏讲义，学易经，创意过生活，就到这边，感恩。